我叫窦毅，29岁，来自天津。在过往的工作中，我曾经经历过3个月5+2、白+黑高强度的工作历练。在随后的10个月的时间里，每天平均睡3-4个小时。工作以来，我经历了2个成长节点：一是以真正的职业人的姿态的工作展开；二是立足于本岗位，能够做到独当一面。今天来到咱们非你莫属的平台上，希望能够找到一份，比如像项目经理或者是总经理助理这样的工作。谢谢大家。哇，窦毅，就是这小伙子聊天啊，包括刚才我在边上看，真是文质彬彬啊。29岁，念的是动物学专业。动物学专业。这个专业毕业之后对口应该干嘛？窦毅。我稍微解释一下。因为当时我们学校就是动物学专业里面有微生物学挂靠。然后实际上我当时研究的方向呢是在微生物学里面包括植物学以及到后面就是药代方面的这个什么方面药代动力学啊，听不懂没事继续啊。然后就是这个方向吧，然后毕业了就业方向大概就是比如像进药厂或者是进一些研发型的企业，对，都可以，或者是当老师，因为我们师范大学就是针对的就可以去当老师啊。你是哪年毕业的？我是2009年的7月份。这两年干嘛呢？这两年多的时间，这两年是我是这样，先是工作了一年啊，在什么企业？在汉蒙生物技术天津有限公司工作。就是生物技术公司。对，就是专业对口。我的角色应该算是总经理助理的角色，做了1年0-3个月。因为我生活中出现了一件事儿吧，算突发情况，然后打破了我原有的计划，就是我和女朋友分手了。说这个事儿我特别有兴趣啊，因为我要照顾奶奶。当时我的计划是在开发区里边买房子，然后房子也已经买好了，然后我跟我奶奶说，您给我怎么又出来奶奶了？你照顾奶奶？对，我照顾奶奶，父母都去世了。哦，对，哪年的事啊？我父亲是01年，我高考的第一天。啊，母亲呢？母亲是2009年初。那就相当于现在奶奶是跟你生活？对，跟我生活。哦，所以说要照顾奶奶。奶奶多大岁数了？90。90了。90。那你一个人照顾奶奶啊？对，我一个人照顾奶奶。雇了个请了一位阿姨。然后其实当时就是说我觉得10个月吧就够了，一个是房子能够装修出来了，然后当时多多少少有点自信，我觉得10个月应该工资啊待遇啊应该能达到一个水平。然后那会儿就是这样计划的。但是因为中间和女朋友分手了。为什么分手了呢？因为这一年多的时间我相当于就是泡在工作里啊。对，就是就你刚才所说的5+2白+黑这样的。5+2，对不起，实际上5+2白+黑是我实习的时候那个3个月的工作状态。但是我后期的这段时间我觉得比5+2白+黑还要狠，就反正是工作很投入，没时间和女朋友相处。对，人家就不要你了，是和平分手了。对，那和平分手就分手，你辞什么职啊？是这样，就是一个是房子是当时我跟女朋友一起买的，这个房子就你被扫地出门了。对，我被扫地出门了。然后奶奶要是在市里生活的话，这个照顾特别不方便。然后开发区那边的这个房价，就是租房的话房价也比较高。同时我必须考虑一个问题，就是我和奶奶一直住在原来的老屋，就是那片人都认识我。然后社区居委会的人也认识我。所以就是安全性会比较好。对，离开了那份工作。对，其实就是想找一份市里的工作。是这样，我回来以后还没想找市里的工作，因为回来以后发现奶奶身体状况特别不好。陪她一段时间。对，陪她一段时间。陪了多久？陪了差不多6-7个月吧。6-7个月你就没上班？我没找工作，就是我算是做兼职吧。然后在那个网上做那个笔译工作，从淘宝上。然后他有一些店，然后我就跟这些店联系店家。我从他这接活。这笔译我翻译，就把他的翻译成英文是吧？英文到中文或者中文到英文。收入能有多少？收入我最高的时候是11000一个月。低的时候呢？最低的时候是3280。怎么又想起来付出了，要出来找工作了？一个是现在奶奶可能就是身体上可能允许我现在出来工作了。然后我现在也得出来赚钱了，我都29了。有女朋友了吗？有。所以其实你也没想。今天想找什么样的工作？工作地点要在天津吗？对，工作地点要在天津市内6区。要在天津市内6区，
谁有天津的工作？徐昭有没有？我们当然肯定是有了，但是我觉得这个工作恐怕并不是他想找的工作。好，好，徐昭那块有，但是觉得他不喜欢。我们也有天津的工作，我也觉得在想他适合做什么。好，我看一下，一会儿可以提问，就是进波，就是咱们现在是能够提供天津的工作的吧？对，我这边也有天津的工作啊，也有天津的，有天津公司，我也有。好，行了，这个咱们先把一颗心先放下。理想的是什么工作？基于我原来的路数的话，我觉得总经理助理和项目经理挺适合我。对，就是这个路数。会，就是说，要是没这个，还能干什么？销售呢？销售做不做？销售的话、嗯，做过任何销售的工作吗？我之前的工作有很大一个部分都是和销售有关，包括 BD 工作。那个细节，你说你在这个单位，你苦苦的干了一年，你是希望工资涨的、增长的是吧？结果一年没有增长，是就你没涨，还是其他人都没涨？我是这样，有一次调薪，我最初的工资是2500，然后调到了3200。然后之后就是因为职位的一直没确定，当时是这样，就是公司领导是给我几个选择，包括这个部门副主管、市场部的主管，然后让我去选择，然后这个选择的时间有点长。我觉得你这是两个挺好的机会啊，你现在把你的职业生涯深深的断开了一年多的时间，挺可惜的。到现在可能我们很难找到一个你的优势是什么，适合什么岗位。是你现在跑过来要求职总经理的助理是吧？总裁助理，对，这个职位是其实是一个相当高的职位啊，就是我们一般会选，要不就是同行业的有很强的专业背景，要不就选这个特别这个协调能力啊、综合能力比较强的。对，我觉得这两点你都不符合。这样吧，金波你也别过早下断言，现在呢，我们先让12位做一下初始判断，看一下，有谁对窦毅在大方向上还是有兴趣的，好不好？先做一个初始判断，我们接着细聊。12位选择：营销离开，运营离开，谢欣离开，3位离开，还有9位留了下来。天生我，来着我。我想问一下窦毅，你带过人吗？就是在你过去做项目也好，你就直接。有人向你报告有过这种情况吗？有，我大概带就是4-5个人吧。4-5个人，你负责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团队？就是一个我们这边就是我做部门副主管的时候，整个一个生物实验室。然后如果做销售的话，我说两个极端的情况，一种情况底薪非常低，可能比如只给你1000块钱，然后主要靠提成，也许有你做得好的话4000、5000、6000。还有一种情况是可能3000块钱给你，但是很少的一点提成。你会倾向于选哪一种？选择第一种，提成高的那种。愿意做提成高的那种。OK。好。很关心说，除了你刚才提到说做总经理的助理这些，对吧？我特别想问一下，就是说，到底在销售的岗位和总经理助理的岗位，你会倾向哪边？我会倾向总经理助理。原因是，到底这个职位的什么你认为你有什么核心能力能够做这个位置？我觉得我抓机会抓得挺好，因为我当时进单位的时候，公司对于我的职位定性就是角色定位就是外联工作，然后在这过程中我不断地找到机会，然后把我的这个工作的广度越扩越宽，对。然后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当时我是入职2009年入职的第4天6月24号，当时化学部门的领导要求拿到所有的这个仪器的这个培训仪器的一些资料，从那个供应商方面拿到这些资料，但是人家应入工商完全不买账，那我这个总经理就找到我说，你能不能因为你是外联，可不可以和这个研究员和这个甲方沟通一下拿到这个资料。然后我的方法非常简单，一学就会，就是自报家门，你好，我甲方，下午4点之前所有资料发到我的邮箱里面，就 OK 了。如果确实有那种没有，实在没有办法了，那我说那好，我今天不下班，你必须给我发过来，就这样。当时的结果是这样，有2-3家是第二天发到我邮箱的，其他的就都威胁恫吓型吧。我觉得他这个是指的自己执行力很强吧，不是抓住机会。这样，就是我发现他身上有很多那个理工科同学的特性，比如说大家不知道我发现没有，他记日子记得特准，他会一下说我入职那天是哪年哪月哪天。其实这是一个系统强的系统能力。哎，女朋友和你分手是哪天？这个我具体的日期我忘了，就把痛苦给屏蔽掉了。对。交上新女朋友是哪天？保密。
这期节目还要出来啊，你还顾及这个影响啊？是啊。小豆，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你现在你的这个职业的规划的方向是项目经理或者是总经理助理了，和你就是在研究生这个学的这个专业动物学是非常的这个远的两个行业、啊、对，挺远的。你会觉得可惜吗？其实我觉得不可惜，一是研究生那段阶段，我觉得我的那个能力吧，就是挺平平的。然后我能拿到那个硕士证书，就对我来说就已经算是一种收获了。侥幸，哎，也能算那么说，也可以那么说。就是只是为了一个证而读的那个硕士，也不能那么说。但是我就觉得那个证对于我来说的价值挺高的，就是我自高在哪儿呢？其实我想知道这个问题。高在一是我觉得就是从个人能力上来讲吧，我觉得我不是一个特别聪明的人，然后我能拿到一个证就算不错了。还有就是我母亲对我的认同，对，然后那么多年，然后那件事是他真真正正的多多少少就会认同我的，对。然后像您刚才说的这个我的这个专业和后期的，像我之前相当于也做过这个总经理助理，那我觉得是这样，既然我第一份工作和我的专业不对口，那同时我也可以做到这种程度，我相信其他的工作按照我以前的路数也可以有所突破。但是好，好，窦毅说的非常好，有的时候无论是本科还是硕士，培养的是能力和思考问题的方法啊，在这种基础上，小豆是为数不多的愿意在台上说我不聪明，所以我觉得拿下来这个学位对我来讲就是成绩，就是鼓励。好，这是为数不多的。可以，真诚，可以，我很好，很好。小豆你好，哎，你好，我觉得你很实在，谈到过往的工作没有任何的保留，离职啊还是在都说得很清楚。第二个，我觉得你很诚信，比如说老板问你能不能到其他的城市，你说啊抱歉不可以，我觉得这是你的优点。但是我一直感觉你像温吞水，就是太温了，应该拿出一男人的那种阳刚范儿。还有一点就是，因为刚绍光老师说过一点，觉得你很像理工男那种分析型的，所以我觉得你可能执行跟这种分析的工作比较适合你，但是应变上可能稍差一点，也提醒各位老板。好，来，九位不问了，做选择了，选择。好，七位留了下来，说一下提供的职位。人中人，在天津的我们的课程销售销售经理，课程销售经理，星空名誉。我们也是在天津，然后那个职位是区域的商务 BD 和销售。BD 和销售的工作，来，帅康。天津的工程部经理，先从助理开始做。天津工程部经理助理。邵刚，我不知道这样说是不是又来一个违规了，因为我今天本来来的时候是代表这个搜狗过来的，但是我另外一个身份是搜狐集团的这个首席技术官。搜狐集团下呢分成好几块，一个搜狗，还一块叫做畅游，我不知道听说过没有，一个做网络游戏的。那么现在他的这个季度的收入已经过亿元，过亿元美元的这样一个官。所以职位是在天津的这样一个 VIP 客服。VIP 的客服。好，来，咖啡之一。拓展总监助理。我们目前正在京津地区开发，加上你比较周到细腻，而且有本地优势，也有商务谈判的能力，我觉得这方面应该是适合你的。拓展总监的助理，他正需要一个助手。速八，这样就是在天津河西区或者河东区你都可以选择，这样的一个储备店长，但是呢你要先经过一些培训。那速八酒店是全球最大的这样连锁酒店，所以你在这里头的话也会有比较大的一个发展空间。好，储备店长先要从培训开始。优胜，优胜教育提供的是我们全国加盟中心负责天津地区的专员，加盟专员。好，走上前去把五盏灯灭掉。哎，这个时候再点评怎么样？周老师，你觉得他的判断怎么样？我觉得本来是温吞水，现在有热情了，而且内心很有谱。哎，啊，内心相当有谱。我们两个猜的蛮对的。你们老说温吞水，温吞水，我再强调一遍，人和人性格不一样。周老师，不是所有人都像咱们这样二二乎乎的，对不对？那有的人他就火热的心，但是他在里面小锅咕嘟嘟嘟嘟嘟嘟那种，咱们是砰砰往外喷的，闷的那个什么的那。其实人家这样很澎湃的，啊，现在两家留下来，一家是人众人，就是管理课程的销售，另外一家是咖啡之意，提供的是拓展总监助理。谈钱不伤感情。
都熟吧，杜总和尹总来。好，我先说我看中你的是什么哈？我觉得你很严谨的这种思路，然后特别说你能够发现机会，不断的从工作中用心的找到不同的这个连接点。再一个，我觉得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需要阳刚热烈，啊，一个好的销售，一个特别是顾问式的销售，是能够真正了解客户的需求，没错，慢慢的通过细节影响对方。我觉得你具备。那作为我们的你研究生毕业的，也但是还是人比较新。起薪就是3000，然后会加有交通食宿的补贴，然后有提成，销售的提成。好，谢谢。那尹总您这边，您就是杜老师看中你的，也是我看中你的，缜密的思维、条理性、执行力。我们的总监助理是从4000开始。好，谢谢您，尹总。没有了，没有了，没问题了。您帮我想想。我们给你出主意了。哎，你先谈一谈今天来找工作的感受啊。你觉得？觉得今天找工作，跟做梦似的。到现在做梦似的。对，到现在也觉得有点不太真实，就是觉得这个机会特别好，然后可能这一生能有12位老总，然后在前面点拨你，然后这种机会应该是一生难求的。不，又使劲了，一生要出现的奇迹多了。而且在我们这边这个销售工作，你能接触到天津最优秀的企业。好，窦毅，没有问题了对吗？没有问题了。好，15秒钟的思考告诉我们，你的选择是人众人，还是咖啡之翼，还是选择跟二位说谢谢你们，再见。我选择杜总。